几个人都会跳舞，我不会跳舞，我不会唱歌。啊，那你会什么？我什么都不会。如果我真的不会有孩子，你会怎么样？我会觉得非常的遗憾。对，我会心里不痛快。你别搭话了吗？我们还得先减肥。太好吃了，管他胖不胖的呢，吃完再说。你要不尝，你得亏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回去跟你媳妇说你没吃。吃吃。一二三。太老派了啦。是吗？哦，就是老派艺人。有时候我跟你讲什么，你都说我不想听，我很难过。我以前是在客厅生的。对啊，那怎么会在客厅？我们去转转，你带宝宝家玩啊。有生以来第一次。哎呦，这说话说你这。你不担心你儿子？爸爸在吗？宝宝一直哭个不停，跟我以前看到的不是一样。哎呦，你赶紧回来吧。哎，怎么你没打他吧？不是摔跤了吧？回来了。你现在你点那个圈，打不着人呗。就这个，你们玩的多余的感觉。带我们出去玩吧。我也找地方。哇，这柳絮，全是柳絮。你远点了，妈妈。摔倒了！我的天哪！这碗饭送我回去。我自责。